而且，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想杀我，乌骨里。为什么？我们可是亲姐妹，亲姐妹，她也配做我妹妹？她杀西影和刘礼寿的时候，可曾顾及过姐妹亲情？ 无骨里，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。齐隐当初既然决定争皇位，就该料到会有今天。我真后悔，当年席隐想要教训你，我竟然出手相救。早知今日，我就应该看着他从高台上掉下来摔死。你当年果然知道席隐要害我。这么多年，我装聋作哑。 换来的竟是丝毫不思悔改，落下了一句“以后悔当年出手相救”。我一心把你当好姐姐，你却总盼着我死。没错，我日日夜夜都盼着你死，我要去找席隐和刘礼寿团聚，再不见你。你住口！住口！你现在不清醒，跟我回去。 回去！我不回去！放手！大姐，我这辈子再也没有比今天更清醒的时候了。乌骨里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早不想活了，杀死我！我就是要他杀我，杀死我！既然毒杀太后，就应该知道失败的下场。她是你二姐，她不是。她是逆贼吸引的妻子。 他心里早已没有我这个妹妹，我又何必稀罕他这个姐姐？燕燕，乌骨里说的都是气话，我们三姐妹是这世上最亲的人呢。大姐，你清醒一点吧。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他就是这样杀死了我们的丈夫。你还没有跟大姐说过吧？就是你一箭射死了眼萨格。大姐，他瞒了你这么多年。 就是为了要保全他那虚伪的姐妹之情，早就该死的人是他。好，赵王妃谋逆，其罪。爷爷，不可。 二姐，不可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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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大姐，我去找西野了。你要保重自己。
名字，伤心大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